Toyota Corolla Altis 在国内一直拥有不错的销售成绩，原厂特别以此为基础，并维持家族 Kid Look 造型，打造更加吸引年轻人的 X 车系，并提供经典、豪华与尊爵三种车型供消费者选择。Altis 的客群，还有其实整个 Toyota 的一个品牌，我们的年龄层其实就是一个41岁的一个状态。那41岁相对我们觉得还是偏大一点点。那我们希望用这个非常动感的 X， 我们可以来吸引更年轻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青睐。那我们的目标是30多岁的这个消费者。一眼望去 ，X 车型与原本 Altis 最大的不同在于车头采用了网状水箱护罩，下方进气坝则使用类碳纤维材质，让人不难看出年轻运动化就是 X 车型与家族车款最大的区隔。除了车头之外，车身侧裙一路延伸到后保杆，也大量使用类碳纤维元素，配上后扰流尾翼及依不同车型提供的16、17寸双色铝圈，充分展现出车尾 X 灰式银红配色的热血性格。进入车室，运动化套件更飘着浓浓战斗气息。我们 X 全车系呢，都是有标配一个运动化高包覆性的一个座椅，那它其实可以提供车主一个更加的一个支撑性，那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其实开起来会更加顺畅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有全车系导入一个皮质的一个排档杆头，那其实你在开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感官的一个享受。那我们在座椅还有饰板还有头枕的部分，我们都有导入很多这种赤焰橘的一个缝线，让它看起来更有一个跑车的氛围。X 车型搭载双连续可变正时控制引擎及 Super CVTi 无段变速系统，油耗表现更来到每公升19.4公里。除了让车主拥有热血感受，也不改品牌向来给人经济实惠的印象。延续热销车款 Corolla Altis 设计，并加入更多动感元素，这台 X 车型将从年轻化的角度带给车主更多狂野魅力。